有请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国歌。坐下。今天我们在此隆重集会，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共同回首北京大学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携手展望双一流建设的美好愿景。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各级领导、国内外嘉宾、长期关心支持北京大学的社会各界代表、国内外高校代表、海内外校友代表。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出席大会的部分领导和嘉宾，他们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先生，泰国公主马哈扎克利施灵通殿下，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洛迪先生，出席大会的原国家领导人，我宣读完毕后，大家一并鼓掌。来的客人领导很多，他们是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佩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力，原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志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韩启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影，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家瑞。让我们对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在嘉宾区就座的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116所国际著名大学的校长，如国外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由于大学来的很多，我也不一一列举了。有参加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的130多所中国大学的校长，还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和机构代表，特别是长期以来支持北大发展建设的海内外北大挚友、学校老领导、各地校友代表、师生员工代表，出席今天大会最年长的校友是西南联大1943级的，大家猜多大年龄？他今年99周岁了。他是李忠学长，西南联大1943级的学长。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向全校师生员工、全体老师、全体同学表示节日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北大发展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5月2日在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莅临北大考察调研，与师生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祝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并向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表示节日的问候。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学校近年来改革发展的成就，他指出北大继承光荣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成果丰硕，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绩突出，学校发展思路清晰，办学实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令人欣慰。总书记对一代代北大人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和奋斗品格给予高度评价。他深情地谈到1981年北大学子在燕园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今天我们仍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座谈会后，在场外欢送总书记的青年学生再次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表达了新一代北大青年终作圆梦人的信心和决心，这也是几代北大人的心声。
近平总书记的莅临和重要讲话，为北京大学开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新征程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执着的努力，力争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昨天北大校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也给母校发来了亲笔贺信。李克强总理在贺信中表达了他对母校的深厚情谊和对母校师生的问候。现在我向大家宣读贺信。值此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谨致祝贺。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作为北大7级级学生，我曾在这里学习多年，可谓终生受益，并请转达对母校师生诚挚的问候。李克强，2018年5月3日。此外，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胡启立，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得主屠呦呦等很多校友都特地发来贺信，还有不少兄弟院校和合作单位给北大校庆发来贺信贺电。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不一一宣读，让我们再次热烈掌声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120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为国家、民族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让我们一起观看视频短片，回顾一下北京大学两个甲子所走过的峥嵘岁月。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大走过了风雨兼程的发展、学术研究、治理体系、资源配置、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新时代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培育人才是大学之本。北大建立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实现学部内自由转专业，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成长体验。深化研究生教育体系改革，推进资源配置与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紧密结合，促进院系和教师更加关注教学，更加关注学生。思想与学术是大学之魂，在飞速变革的大时代，北京大学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水准，为国家、民族和世界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学术支撑。着眼未来，做深做实基础研究，加强前沿科技布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众多研大学和研究机北大，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嘱托和更高要求，讲话对于我们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克强总理发来了贺信。近年来，北京大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为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不断做出新探索、新实践，在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国际影响力、竞争力显著提升。今天的北大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处于关键历史节点上的北京大学和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回应新时代党和人民的新期待，回应世界与中国发展的新要求。借此机会，我代表教育部提几点希望。第一，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5月2日重要讲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把12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同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写好学校改革发展奋进之笔。北大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学深学透，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刻总结，高度凝练120年来的办学实践和经验，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断提高中国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力、竞争力。第二，要高举旗帜，把准航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高校的办学实践证明，党对学校的领导不断加强，我们就能够爬坡过坎，攻坚克难，不断前进。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代，北大人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希望北大继续发扬光荣传统，与我们党砥砺奋进的步伐同心同向同行，把学校建设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杆大学。第三，要牢记根本，立德树人，坚定不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北京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排头兵、领头雁，要牢牢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把优质资源和主要精力进一步汇聚到人才培养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引导学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求真学问，练真本领，知行合一，做实干家，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第四，要不拘一格，汇聚英才，坚定不移地建设一流教师队伍。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能够为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不断产出新知识、新思想和前沿科技。大学必须形成持续激发师生创新创造活力的环境、制度和文化，才能满足国家创新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希望北大坚持与时俱进的品格，勇立时代潮头，坚决破除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大力推进各项改革，当好教育改革的排头兵。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北大已经踏上新的发展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弘扬优良传统，不断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最后，衷心祝愿母校北京大学的明天更美好。谢谢大家。谢谢林慧卿同志。北大的发展离不开北京市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近年来围绕推动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北京市为北大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有力的资源保障。下面有请北京市委常委、市委
教育工委书记林克勤同志致辞。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受蔡奇书记、陈吉宁市长委托，我谨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表示节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诚挚的问候。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明了新时代教育工作的职责和使命，科学阐述了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3项基础性工作，鲜明提出了新时代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根本要求。讲话高瞻远瞩，意义重大，语重心长，情真意切，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指导性。李克强总理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母校的真挚热爱和深厚的感情。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北京大学的关心关怀，体现了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高度重视。作为首都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备受鼓舞，备受振奋，备受感召。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加快推动首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120年来，北京大学的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紧密相连。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大走过了风雨兼程的2个甲子，始终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弘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齐奋进，息息相关，在北京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学校表示衷心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对于北京大学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既是北京大学的光荣，也是对在京高校首都教育的激励和鞭策。我们一定要以此为契机，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努力推动首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希望北京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学校的重要讲话精神，筑牢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根基，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全面融入到办学思想之中，努力培养挺立时代潮头的奋斗者、开拓者、奉献者，坚守德才军备、体魄健全、守正创新、引领未来的育人方针，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注重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完善师德师风的建设机制，在高校树立典范和标杆，发扬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担负起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责任，深入推进
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贡献力量。北京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北京大学的发展。近期北京市出台关于统筹推进北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将为在京高校推进内涵式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支持。北京市将积极协调解决北京大学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最后，衷心祝愿北京大学越办越好，衷心祝愿青年学生节日快乐，谢谢大家。感谢柯静同志。下面让我们首先通过视频短片感受大家对北大的热爱和期盼，稍后林建华校长将发表致辞，讲述北大面向未来的办学思考。北大，很多人都向往那个学校，很高大上，很有名的大学，知识的殿堂，像神一样的存在，人人在借鉴的大学堂，梦想的摇篮，报道为故乡贡献力量。北大的环境挺好，也挺园林的，而且挺人文的。北大在我心中，它就是一个圣殿。酸甲子，程序，亲民稳妥，百年后再开，一代西风。北大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名片，它是国家高等教育的一个高地。北京大学提出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这个大学，这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一个设想。北大提出来做一个伟大的大学，是有其深刻含义的，不局限于世界的排名，更不局限于短期的眼前的名利所诱，他们更着眼于一个大学在社会上的价值所在。一所伟大大学一定是有灵魂的大学。 I knew about Peking University even when I was a boy. It has produced generations of leaders in all fields, ranging from humanities to science. It truly is the incubator of next generation leaders for China and for the world. 从红楼到这个叶园，风风雨雨走了两个甲子，在大还是与中国的与民族命运啊完全是同步的。希望大呢在跟中国大地办中国这的之间一流大学上面能够做出一个典范出来。这个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北京大学在传承、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大从我台湾长大的这个人来看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的一个指标。中国的社会发展有相关一部分，至少从知识分子这一部分来看的话，北大是绝对有它的影响跟地位的。我特别欣赏北大的理念，始终走在了社会的前面，走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前面。在我印象当中啊，北京大学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大学，和我们其他的大学相比啊，更从容，更加淡定，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啊串接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北京大学能够改革创新啊，走在前列啊。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自成立以来一直以前瞻、进取、开放、包容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引领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现在不管世界的哪一个大学的排名，我想北京大学
已经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我们每一个凡是念过中文的、念过中国历史的、了解中国文化、对北大的只有一种善慕的一种心态。北大是 number one， 在里头和在外头看北大是完全不一样的。外边的人通常呢认为北大是比较张扬，愿意批评，愿意挑战。实际上北大呢是一个非常内敛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它对学术、对社会、对我们的学生实际上都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实在。北大是一个多样化的，体现在我们的教师、学生他们的诉求多样化，他们的性格多样化。在北大做事情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学生、老师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有请北京大学林建华校长，有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首先呢，代表学校，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感谢大家的到来。就在前天，习近平总书记呢来学校视察，祝贺北大建校120周年。他呢高度评价了北京大学对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对学校近年来的改革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进步给予了高度评价。总书记呢他也明确指出了对中国大学未来发展的3点期望，也对北大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呢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对青年一代的关注，认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他希望呢新时代的年轻人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立志、要立鸿号志、要做奋斗者，还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同时呢要力行、知行合一、做实干家。我们新时代的年轻者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辱时代使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120年前，甲午战败，维新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变法之本在于育人才，人才之本在开学校。改革旧教育，建立新学堂，成为变法的第一要务。北京大学呢，也由此而生，并且呢，从一开始就以探求民族的未来为己任。戊戌变法迄今的120年，中国的变化可谓波澜壮阔。当时的中国是危难深重，维新变法、兴办新学是为了救亡图存。自那时候起呢，北京大学就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引领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促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点燃五四爱国运动的火炬，从率先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北方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从开创中国现代大学的学制、
开研究生教育的先河，到战火硝烟中千里跋涉，与清华、南开等学校、南开一起创建西南联大，从改革开放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到百年校庆推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120年来，北京大学始终坚守建校时的初心和使命，坚守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庄严承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的福祉不避艰险、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国家和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这也是北京大学发展最好的40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促使我们呢以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大的信心，重新审视我们自己，审视世界。我们虚心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和北大的实际，全力推进学校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进步。北大的核心使命是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我们积极推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建设多样化的专业教育体系，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我们立德树人，构建通识教育体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思辨能力，努力使学生懂自己、懂社会、懂中国、懂世界。学术队伍是大学的核心，优秀的大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能够聚集最有潜力的学者，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学术发展环境，使他们成为杰出的学者和身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优秀教师。我们积极推进人事体制改革，完善教师学术道德和职业规范，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文化氛围，使近者悦、远者来。我们全面实施更有竞争力的教师聘任、评价和薪酬体系，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帮助青年教师更好成长。今天的北京大学已经聚集和培育了一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师队伍，产生推动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新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是北大学术发展的核心任务。我们面向学科前沿，组建跨学科的研究机构，鼓励跨学科合作。我们推进院系综合改革，促进学科调整，增强院系活力。我们结合国家和地方需求，合作共建应用研究机构，推动产学研合作，聚集社会资源，来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今天的北京大学已经成为装备精良，在许多领域处于国际前沿，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大学是高度依赖个人创造力的学术机构，大学管理的真谛就是要使每个基层组织、每个个人的创造潜力都充分地释放出来。大学的治理体系改革应当着眼于院系、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我们坚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推进学部建设，权力和资源配置重心下移，增强院系自主权和发展活力。今天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对未来更有信心、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学校。120年的光阴转眼即逝，北京大学从一个旧体制脱胎出来的婴儿，
已经成长为屹立于世界的现代大学。先贤们的渴望、追求和对未来的期许，很多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那些已经淡除人们记忆的纷争、质疑、疑惑和彷徨，都使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定。北大从未忘怀肩上担负的家国责任，始终坚守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以敢为天下先和大无畏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激励自己不惧艰险砥砺前行。这种精神和价值理念已深深根植在北大人的灵魂深处，时刻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举止言行。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120年并不短，但与世界上动辄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著名学府相比，北大还是年轻的。我们还需要在未来的时光流淌中增进学术积淀，积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今天北京大学正处在第二个甲子的终点上，也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起点上，新起点上。李大钊先生曾说，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在100多年前，蔡元培先生也曾讲到，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在一个新的甲子，北京大学如何能够不辱使命，续写更加绚丽的篇章，这是北大和北大人都必须要深入思考和面对并且回答的问题。新时代、新的技术、新的中国、新的世界、新的未知，所有这些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气势向我们涌来。我们将面临着两方面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一个呢是信息和智能科技的科学的所引发的新的技术革命，它呢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和学习方式，大学对知识的垄断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这一场技术革命呢，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存和生产方式。第二个呢，是国际化和中国的兴起。中国的变化太快了，短短几十年就从基础薄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仅让世界惊愕，就连我们自己的很多人也还没有完全适应。世界的变化也太快了，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也诱发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思潮。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已经触及到了人们的观念和灵魂，历史的积淀与未来的挑战，传统的观念与新技术，平静的校园与喧嚣的社会，过去的、今天的和未来的，都在校园中相互撞击和博弈。技术至上、功利主义开始蔓延，鱼龙混杂的各种信息削弱了信仰和确信的力量。人们前行的脚步如此之快，已经把自己的观念和灵魂抛在了后面。一些人变得焦躁不安，于是开始质疑新技术，质疑全球化，质疑一切，甚至质疑人类的未来。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当然需要哲学家的思辨，但更需要所有人的共同行动。
这个时代并不缺旁观者，更需要的是责任与担当。不同观点的碰撞、辩论、质疑甚至批判是有益的，但我们更需要在价值层面建立共识与确信。共同价值、共同愿景是社会的，也是大学的基石。这个时代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科学和人文精神唤醒人们的良知，引导社会风尚，将会成为大学的重要的职责。在这样一个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时代，大学和大学教育也需要改变。大学呢，不再只是学习知识、研究学术那么简单了。研究与教育，学习与创造，知识与素养，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等各种要素都将融合在一起，使大学成为一个孕育远见、创造、善良和责任的海洋，人们在其中浸润成长，去打造更美好的世界。多样化的教育体系，个性化的因材施教，实践中学习，师生的共同探索和创造，跨文化体验，启迪智慧，陶冶情操。北京大学的教育呢，正在努力为学生提供非凡的学习和成长体验。在这样的一个变革的时代，新思想、新技术、新事物大量涌现，已大大超出了传统思想理论体系的范畴。探索、创新和实践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只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才能激活思想，涵育出真正的学术，才能让学问更有思想的锋芒，让思想更有学问的根底。要打破固有思维模式和学科的界限，既要学习和借鉴成熟的理论体系，更应当从中国自己的实践中总结规律，形成新的理论。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一所真正的大学莫不将自身置于璀璨的世界大学星群之中。思想和心灵的交流是没有国际的，大学是世界的。同时，任何一所优秀的大学都要根植于深厚的国家和民族土壤，大学又是国家的、民族的。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要向世界其他优秀大学学习，携手并进，更要扎根中国大地，融入中国发展，弘扬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探寻中国大学面向未来的发展道路。今天的北京大学就像一座桥，连接着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人们可以静下心来，反思过去，眺望未来。新技术时代需要我们创造出更多的新思想、新文化、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全球化挑战需要我们以更宽广的胸怀和视野，使世界读懂中国，让中国读懂世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人类共同体。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面向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请相信，作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的北大，作为要使中国向着好的
往上道路走的北大，一定能够担负起时代重任，迎接挑战，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过去的120年是北大发展的一个璀璨篇章，其中的每一页、每一行谢谢林建华校长。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大学的时代责任，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是全球大学的共同追求。大学间需要加强沟通与合作，携手应对新的挑战。今天有来自国内和44个国家和地区的246所大学校长出席纪念大会，之后他们将参加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下面呢，首先让我们一同观看视频短片，随后海外大学代表、耶鲁大学校长苏彼得和中国大学代表、清华大学校长裘颖校长将分别致辞。Going to have to become more open to collaborate with other parts of society, and that is both in business and in civil society. We are also focused on understanding comparative classical traditions in societ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how that has an impact on life today. In these
profit-seeking world, universities are the last resort to keep the cycle more virtuous and beneficial to society as a whole. I think we need to make it easier for people to work across disciplines, because so many of the problems we're facing today are not confined within disciplines or within national borders. Our students will have to take a variety of courses from different universities. It's important not only inform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share values, to share way of life.نريد أن نعلم الطلاب أيضاً في المناهج التي نغيرها الآن أن أفضل طريقة للحياة هو أن تعيش بشكل بسيط. So one big challenge of universities is how to better equip our graduates so that they can adapt very well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It's about a teacher introducing students to knowledge, but also introducing them to the critical judgments about what do we believe, what do we not believe.上科大使命上有对香港社会经济贡献的这个自我要求，我们可以用学校的观点让大湾区更开放，彼此互补短长。港大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学习经验，也包括当前和全球问题相关的广博学问。澳门大学能够在一国中国快速发展的平台来做事啊，两制还有借鉴了其他文明优势。未来必须有一个动态性的调整，提供学生一个更有弹性的学习环境。如何把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如何建立一套与一流大学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大学文化？坚守和创新要具体落实到双一流的建设中，难点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抓手，避免下面等上面出做法，上面等下面出经验的局面。课本知识需要更新，对学生的教育方式需要更新，大学的运作方式也需要更新，大学的管理者的思想。有请耶鲁大学苏必德校长，掌声有请。Distinguished leaders, faculty, students, guests, 大家好。I'm honored to offer best wishes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on behalf of universit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s we come together to consider the remarkable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of the first 120 years of Peking University's legacy, it's exciting to contemplate PKU'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in China,and across the globe. In the world today, we fac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require rigorous study and thoughtful analysis. And we know that the urgency of these issues will only intensify in the coming decades. Securing a healthy environment, developing a robust and productive society, advancing healthcare,and creating sustainable living are among the crucial global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Peking University and all the universities represented here today have important roles to play in educating future leaders
who will make a real difference in these critical areas. We all share a responsibility in preparing students to serve society, to address global scale problems. Challenges like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and controlling the spread of disease reach into every aspect of people's liv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fundamentally international in nature. They can only be solved by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and by leaders with a truly global perspective. Peking University is known for its breadth and depth of it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Yale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share a vibrant history. Our two universities have many long-standing and ongoing collaborations, including extensive academic partnerships between Yale and PKU law schools, and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in the sciences, literature, 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history. Yet our connections are even deeper and of longer standing than all of these associations. One of PKU's early presidents, Ma Ying-chu, earned his master's degree in economics from Yale in 1910. Yale is proud. Thank you. Yale is proud of the many exceptional educational programs that we have built together with Peking University. The continued rise of China to great power status on the world stage is one of the defining event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collaborations among institutions from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reinforce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shared cooperation in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The challenges that we will see in the coming decades are large in scope and cannot be addressed effectively withou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orking together in a setting that encourages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a multinational perspective. PKU exemplifies how a university can facilitate worldwide connections and cross-cultur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outstanding students to learn from and interact with leading researchers,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from different institutions. I hope tha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an lear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that have been forged by Peking University. I'm confident that the graduates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its partner institutions will play a large role in translating our vision for a shared future into concrete actions that will benefit us all in the years ahead. There can be no doubt of Peking University's contributions to our joint aspirations to improve the world both today an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impact of PKU's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programs on human lives across the globe is evident all around us. And new initiatives exemplify further the dedication to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such as the opening of the UK campus of 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and the building of new institutions for molecular engineering, agricultu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 cannot predict the future of Peking University, but based on the success of the first 120 years, I am certain PKU's community will continue to thrive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improving lives and society for all.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speak with you today. 谢谢。Thank you. 谢谢苏彼得校长，有请清华大学邱勇校长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欢聚在五月的因缘，共同庆祝北京大学进校120周年。我谨代表清华大学和各兄弟高校，向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和校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120年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秉持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里，总是走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前列，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理念和办学风格，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创造了一大批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为推动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发端于民主危亡时刻的中国大学，历经艰辛，奋发作为，与祖国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学习走向引领，从追赶走向超越。在这个过程中，比邻而居的北大清华可谓志向志同道合，砥砺同行。抗战烽火中，两校远渡关山，筚路蓝缕，与南开大学共创了西南林大的办学成就。1999年，两校最新入选，助推中国大学迈向世界一流的985工程，吹响了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崛起的号角。2014年，两校共同承担起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开启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崭新篇章。100多年来，两校文化互融互通，思想自由，金融并包，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两校师生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紧密交流，结下深厚情谊。与北大同龄的朱自清先生是北大哲学系1900年的毕业生，他的人品、学问、文章为世人所敬仰。1925年，他到清华任教，写下了《传世美文·荷塘月色》。在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的无数学子之中，就有季羡林先生。季老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46年回国后受聘北京大学。季老对两校都有很深的感情。他说，清华园却不仅仅是像我的母亲，而且像一首美丽的诗，它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他也说，在北大这样一所近乎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如鱼得水是灵魂得以安放、精神得以寄托的情感表达。大学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是文明精华的汇聚、民营之地，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源泉。大学的发展关乎历史、关乎现在、更关乎未来。在当今这个创新变革加速、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加认真地思考人类将心安何处，需要思考如何构建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文明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学应当而且必须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不忘初心，此心致远，育人弘道双甲子。
牢记使命，其命维新，经世济民一千年。肇始于1088年的大学已经走过930年的历史，我相信再隔70年，迎来千禧年的大学将更加有力地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也相信常为新的北大一定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最后再次向走过双甲子的北京大学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和全球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邱勇校长热情洋溢的致辞，相信您也看出来了，来自于您的祝福让北大的学生格外的开心和温暖。其实我们也是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对隔壁院校的亲切之情。很荣幸下面的环节将由我来主持，我是北大88级的校友，现在在中央电视台工作。首先让我表达个人对母校生日的祝福。下面要到来的是一个荣光的时刻，马上要进行的是第11届北京大学学生五四奖章的颁奖仪式。学生五四奖章是学校授予学生个人的最高荣誉，旨在彰显北大学生的风采。从1997年设立迄今为止，一共有103名学生获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而今年适逢北大建校120周年，我想获奖的学生真的是格外的荣光。掌声有请今年的获奖学生，有请。有请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14级本科生朱佳迪，基础医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王林，物理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韩猛，教育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李小丹，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2014级本科生柳涵宇，第四临床医学院2010级常学制博士阶段研究生郑汉龙，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李子维，第三临床医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史卫立，生命科学学院2014级本科生魏静怡。恭喜你们。那么将给获奖学生颁奖的是往届获得了北京大学蔡元培奖的教师们。蔡元培奖是北京大学授予教师个人的最高荣誉，旨在表彰教师在教书育人、科研创新方面的突出贡献。每五年评选一次，迄今为止共有30名教师获得了这个殊荣。那我们掌声有请教授们上场，有请。有请城市与环境学院王恩勇教授，医学部韩继生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元芳教授，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杨福清教授，物理学院陈嘉尔教授，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王阳元教授，数学科学学院张公庆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谢谢各位老师。那么下面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
北京大学林建华校长上场观礼见证，有请。好，再次感谢颁奖的老师们，祝贺获奖的同学，请合影留念。好，谢谢，请嘉宾退席。有请厉宁先生、李小丹同学和柳涵宇同学留步。留下了两位获奖的同学和颁奖嘉宾，我想听听他们谈谈感受。这样，李老师，我们先让学生讲好不好？好的。韩宇，啊，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那么，作为北大的学生，在校四年，其实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北大的教育，是他崇尚自由、追求真理的这样一个精神。那么，在校四年，其实我。一是作为学生，二是在科研工作中，三呢是辅佐老师做好这样一个教学工作。我无时无刻的不深刻的感受到，同学们与老师们实际上是平等的，我们都是教学相长，我们在这样一个学习交流的过程中，是思维与灵魂碰撞的火花。那么这样一个精神，实际上在所有北大人120年的血脉中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让我能从北大带走唯一的一样东西，我希望是这种精神，是这种纯粹而强大的精神，给予我以后走下去的力量。谢谢大家。韩宇，你非常幸运，马上就要毕业了，但是在这样一个年头，你获得了奖，又遇上了北大120周年这样一个生日，真的非常幸运。对，我想问你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离开北大，你最想念北大的是什么？我最想念北大，最舍不得的是什么？我觉得最舍不得的应该还是老师和同学们，真的，因为在这个，所以我的老师和同学真的是在像家人一样对我，尤其是在课堂上和在课题组的老师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在这四年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割舍的。小丹，我想今天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生当中难忘的日子。这枚五四奖章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就在2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他说我们这代青年既是追梦者又是圆梦人。今天我们所有人，所有北大青年心里面更有自信，也多了一份自觉。我们愿意像120年间日新月落里面的每一代的前辈们那样，用奋斗和奉献为他人的幸福拓展纵深，贡献力量。我们要坚持用最初的心
做最久的事，圆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这两天陆续看到很多的师兄师姐，学长都返回了校园，返回燕园，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生北大永远的校园，而我也有幸见证这个时刻，和我们最亲爱的北大双甲子的北大一路同行，共同青春永远鲜活。谢谢大家。小丹，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北大给了你学识，今天又给了你这么高的荣誉，你内心认为北大给你的最宝贵的是什么？其实当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北大人里面都会心里面都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答案。我想他给我最多的是一种求索的精神和一种坚持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在众多的选择当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并且把它当成自己一生执着完成的事业，为它去奋斗，而且不仅仅是为自己奋斗，也为更多人，为他人的幸福奋斗，这是他带给我最宝贵的财富。这是北大人的回答。厉老师，我为什么让学生们先讲呢？是让您作为老师听一听，学生们的汇报怎么样？您对他们嘱咐嘱咐。我刚才已经祝贺过了，我现在要讲的是学生呢，很多是我们羡慕的，因为我们毕竟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在读北大的时候，教过我的老师没有一个现在在，所以说我自己总感觉到他们这一代人受的苦比我们多，我们还算好。那我现在在研究什么呢？我现在正在研究一个问题，现在的经济学正在变化，可能在今后几十年之内整个经济学会改写。现在经济学变化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从亚当·斯密开始就以主张人是经济人，人是理性人。因为人是经济人，所以总是考虑最大收益问题。人是理性的人，那就是总是在考察怎样能够占便宜的问题。亚当·斯密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这样。现在就不一样了，从新古典那边以后就渐渐就感到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经济正在发生变化，人不是经济人，人更多的是社会人，人他并不一定他也不一定是理性人，他可能是现实人。正因为人是现实人，人他就会做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安排。去买东西去，没有最优理论的，过去的传是错误的，可能在东西极其贫乏的时候他会有这个怎么样，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是没有这种最优的选择。因为你信息太多，你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那就怎么办呢？那就是次优选择。所以次优选择成为现在主要的，在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甚至社会上人的接触都是次优。退而求其次，女同志去买衣服去，买完以后怎么样？凑合了，凑合就是自由选择。因为我没有精力去搞那个最好，你要真要去买东西，一定是这样的。要买一个缝衣服的针，到了商店，跟那个就说了，你给我挑一根最尖的针，那你自个儿挑吧。这个条就带个笔记本，把所有的针
用放大镜看了以后选出，别人说烦死了，你占那么多时间，都是这样，都是次优选择，拿起第一个针看看，哎，不太直，放里边；第二个针看看不太尖，放了；第三个差不多了，不以后就不看了，就买这个，都是这样的。女同志去买衣服，问到什么凑合了，凑合就是，我以后遇到还要买，但现在先买了再说。所以这个经济学的整个的概念发生变化，人是社会人概念，社会人概念他要求的是，就是更多的是协作，双赢。因为呢，双赢是大家奋斗的目标，这样的话，整个的经济就开始变了。这些问题都正在开始，所以我就先讲这么一点，因为耽误大家时间了，谢谢大家。谢谢厉老。厉老今年已经88岁高龄了，这在中国历史上叫做米寿。就在昨天下午还给七级校友返校做学术演讲。我们祝福您保重身体，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谢谢。刚才厉老讲到他最新的学术研究，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从最早的理性经济人转化成社会人，那么选择可能从最优退到次优。但毫无疑问，所有的北大学子都会认为北大是他一生的最优选择。没有次优。邱校长不要不高兴，我相信清华的学生也会这么说的，是说清华是最优。燕园不大，但是北大人永远的精神家园。一打糊涂这个场景成为每一代北大学子魂牵梦绕的情景。每一代学子对于北大都有他独特的青春记忆，我相信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他们都会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那么下面我们将请上几代北大学子代表校友来分享他们的心声，我们有请北大的杰出校友，有请。有请数学力学系1953级校友陈坤球，化学系1962级校友塔希尔·埃莱兹，数学系1978级校友张义堂，信息管理系1987级校友李艳红，数学科学学院1995级校友刘正琛，公共卫生学院2004级校友李金柏，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校友王亚平。七位杰出校友站在台上，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我而言充满了历史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北大的学生到刚刚毕业的王亚平，整个代表了70年的时光，每10年一个代表。我们有请七位代表来分享他们的心声。首先我想有请的是陈老师，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陈老师是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他现在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是已故著名科学巨匠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院士的夫人。他本人从1975年起就承担了国家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大型软件的全部设计并负责实现。我们有请陈老师讲话。
我从1953年入学到今年整整65年了，在北大整整65年，我祝愿北大不断创新，永远进步，引领未来，培养更多的领军人才。我爱北大，生日快乐。第二位校友是1966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他是阿尔巴尼亚前驻华大使。我们有请塔希尔·埃莱兹校友讲话。几十年来，我亲眼见证了母校各方面的巨大的变化。现在的演员一切都可以用新字来形容，新的图书馆，新的教学有楼，新的讲堂，新的体育馆，新的 学生宿舍。但是博雅塔、未名湖及其周边的古老建筑依然如故。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优秀传统。我爱北大，生日快乐。第三位校友，求学于上个世纪70年代，78年至82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就读本科，是著名的世界华人数学家。他在孪生素数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获得过多个国际奖项。2016年获得求是杰出科学家奖。我们有请张玉堂校友讲话。我爱燕园的一草一木。正是在这里，我度过了几年青春的美好时光。我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关怀过我的人，特别是我感谢每一位母校的教师。正是他们谆谆教诲，使我能得以成才。作为一个北大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为母校而感到自豪。今天在北大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日，我要说，我爱北大，生日快乐。第三位校友求学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87年至91年本科就读于北大的信息管理系，他是百度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他的发明奠定了整个现代搜索引擎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特别是在2018年的4月28日，他向北京大学捐款6.6亿元人民币，成为了北大120周年校庆期间最大的单笔捐款。有请脸红师兄讲话。1987年，我从一个山西的小城市考入北大，在这里头度过了4年非常非常美好的时光。80年代的北大呢，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和家国情怀的北大。从我们讲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到小平你好，无一不体现了那个时代人民的心声。后来到了80年代末期，学校又开始倡导学以致用，倡导市场导向。我也开始关注中关村大街那些带着 BB 机的人，也开始知道了电子邮件可以瞬间把信息传到大洋彼岸，知道了有互联网。这些呢，都是我后来留学和创业的理想的起点。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些也是北大120年来一以贯之的
文化内涵和精神魅力。我爱北大，祝母校生日快乐。我和艳红师兄是一个时代读北大的，他是我们的代表，也是我们的骄傲。所以我可以多问一个问题，艳红师兄。当我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学校会觉得也是代表学校和诸位问的。艳红师兄还会捐吗？必须的，我虽然毕业已经27年了，但是无论是远在美国还是近在资源宾馆创业的初期，我从来没有一天感觉到自己不是北大人，没有一天感觉到自己在精神上离开了北大。北大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谢谢。谢谢师兄，为你骄傲，也向你致敬。下面这位校友是在本世纪前十年在北大求学，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毕业之后呢，远赴西藏，担任西藏军区唐古拉山口兵站副教导员，那个地方应该是海拔5000多米吧？对，5231。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天竺派出所的民警李金柏，有请。尊敬的各位领导、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预防医，我是04级预防医学系毕业的毕业生。09年，我自愿毕业之后，自愿申请到祖国的大西部，世界的第3级青藏高原，成为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兵站唐古拉山兵站的一名军人。这么多年来，我经历过很多场生与死的考验，也处置过很多极难险中的这个险情。我也想过退缩，我也想过放弃，我也有害怕，但是后来我觉得我不能这样。不为别的，就因为我是一名北大人，就因为在战友眼里边，在领导和单位领导的眼里边，我是一名北大的国防生，我不能这样，所以我也坚持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能够留在我心里边的，就是当初我上医学部的时候发过的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能够留在我心里边的，就是咱们北大人为社会进步、为民族富强能够无私奉献、敢于拼搏的精神。在这个场合里边，我想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希望能够代表所有的北大学子，代表年轻的一代北大学子，再一次喊响那句口号，这也是我心里边一直想喊的那句口号：团结起来，振兴北大；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谢谢大家，母校生日快乐，我爱北大。抱歉，刚才艳红师兄一说还要捐，我一高兴，一激动，把时光快进了10年，得过了上个世纪90级的校友。刘正琛95年至9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现任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的发起人、秘书长，曾经创办了国内唯一的民间骨髓库——阳光骨髓库。正琛，分享你的心意。谢谢大家。我这里特别想感谢北大的包容，因为我是在02年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得了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之后发起了一个民间骨髓库。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学生社团发起这样一个直接提供医疗产品的社团，其实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北大包容我们，包容了7年的时间，一直到09年我们正式注册成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在此期间，我们给北大团委添了很多麻烦，
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在哪个大学会让一个学生社团雇七个全职，请了一个校外的人过来当 CEO。 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北大包容和支持啊。然后我个人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没有做骨髓移植，因为赶上了一种革命性的新药，所以呢现在可以长期生存。然后所以我北大可以说是国内培养中国公益组织领袖最多的学校之一，加之一是校领导觉得要谦虚一下，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学校比我们这个培养的民间的公益组织负责人更多，确实是没有的啊。所以我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北大的同学去投身于为公众服务的事业，去参与到公益组织里面。那我们这个机构呢，现在也有了一位隔壁学校的这个同学加盟，作为我的公益合伙人叫陈新甲，他曾经担任曾经获得过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荣誉，然后辞职了全职做公益。所以我想，我们就想到当年的西南联合大学，我想我们的北大和隔壁学校，我们联合起来，这样才能为中国创造一个更公平更美好的中国。然后最后就是我唯一的遗憾，因为我是理科嘛，95年，那时候文科同学都去昌平了，所以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跟北大的女同学谈过恋爱。但是很幸运呢，我老婆被录取为今年9月份即将入学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公益管理硕士，所以等她入学之后，我们要重新谈一下恋爱。我在北大读了4年的本科，研究生延期了，为了因为这个公益机构，所以我们研究生我读了6年的时间，这可能也创了一个记录啊。然后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感恩对我个人还有我们机构的支持。然后很幸运很巧的是，当年我的那个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时候是张宇师兄主持的，所以我爱北大，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好，谢谢郑琛的分享，祝你健康长寿。最后一位小师妹，代表的是21世纪这十年，刚刚毕业2年，相信大家都认识，王亚平，2014年至201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和传播学院。最后，代表的是北大发展的速度，航天速度。在2013年、2013年的时候，搭乘神石进行了空中教育课，被授予航天英雄称号。亚平，分享你的心意。谢谢。大家好，我是中国航天员王亚平。谢谢。中国梦连着航天梦，航天梦助推中国梦，在此呢也祝福母校北大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也诚邀更多的北大学子能够关注航天，加入航天，奉献航天，在探索深邃神秘的太空中留下奋斗的足迹，为我们的中国梦、航天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我爱北大，生日快乐。谢谢。我们有请学生为我们的杰出校友送上鲜花，有请。谢谢。什么是北大？这就是北大。70年，7个人，他们是最鲜活的、最生动的北大。北大的学生当中，有科学巨匠，有商业巨子，也有普通民族。他们毫无意外，都心系着国家和民族。这是因为北大它就诞生在国家巨变之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所学校能像北大这样
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百多年来，中国的忧患、沧桑、追求全部融在北大心中。北大一直站在民族振兴的最前沿。双甲子过去了，我们的母校依然是卓尔不群、清新夺目，我们的母校依然是海纳百川、挺立潮头。最后让我们合唱燕园情。请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朋友们，燕园情，千千结。我们今天东风桃李，我们明天聚木成林。125年校庆，不仅是对学校历史的回顾，更是在总结经验、兼往之来的过程中，吹响接续奋斗的号角。今天，北大
与国家一道进入了新时代，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北京大学必将走向更加灿烂的未来。纪念大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甲字衬霜一襟鼓，人才板袖管东西，岂不叫宾朋四海同欢喜。原来群贤毕至，是为共襄盛举。似这般，近者欢欣，远者来矣。不达人戮力同心，定不负伯牙丰骨，为民伸冤。惟愿八年载，痴心不改，脚踏实地，双甲子，砥砺前行，未来可期。许下你的名字，是一生的习题。讲堂里的聚会，最初的启迪，推开世界的窗，一起好奇，一同经历。大地上的梦想，海洋般的心，将你的语言面貌平仄，却画下立意，放飞青春，一起奔跑，迎痛呼吸。年轻的我们，古老的你，穿越百年一场相遇。今天的世界，赤子的心，跨越疆界，并肩前行。From knowing to loving。Immense as the world might be, together as one we'd be. 说我的故事，听你的记忆，有朋万里而来，共度烟云光明。细心的相会，哪怕时光距离老子苏格拉底，谁握有终极奥秘？无需进化百年光阴，谁书写为民记忆？年轻的我们，古老的你，穿越百年一场相遇。今天的世界，赤子的心，跨越疆界，并肩前行。
们欢迎你，我们爱这里，看到为民复活压塔主理，抛开了差异后拥抱了梦想，遥远的舞台上我们变更强，发烧鼓道尘封记忆，出现了灯泡是思考的意义，恍惚之间不曾离开，除了思念还有期待。 The world beholds the truth be told and we'll be together is where we go love and peace yo we'll be as one as we know together we compose this melody and this show standing together in a row we love we be and we hope yo 北大古来又年轻的北大包容又多元的北大说尽天下子也说不尽的北大 yo 北大听清楚当我张开嘴巴站在灯光下为你说出一个北大Yeah. 年轻的我们，古老的你，穿越百年一场相遇。今天的世界，是自的心，跨越疆界，并肩前行。许文物有春意，专修医学和生命科学，因我的心底对生命本身，对承载生命的身体抱有持续的关爱与好奇。感官上的刺激转化成一股股生物电流，沿着我们的每一根神经直达大脑，点亮嗅觉。看见红灯，我会停止动作，也许会有人从我身旁擦过，让我会安心驻足。这不是固执，只是对生命规则的坚守。纵百念风云流转，北大岿然不动，从未忘记为什么出发。我学习经济与管理，但我不愿成为被定义的功利主义者。我是现实生活中的理性经纪人，可我更关心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现实与理想，理性与情怀，在我心中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双方都是我深爱社会、深爱世界的体现。今日的思考与明日的奉献，成为一股无形的力量，激励我脚踏实地，奋发有为。虽然我天天面对数字和编程，但是我可不想我的身体变成电脑，甚至平板电脑。我要活着，我要活动，去开启一场探索之旅，追寻有思想的学术，创造有序。更加热爱这个世界。
更肩负着更抵挡着我的身心，年轻博雅风骨化成我体内的脊梁，未凝神韵仍在我双眼闪烁。多年后我还能因感动而流泪，还会为自己努力你在未明的石方上弦歌永归，我在静远的芳草间心照回。如果你还记得开学季如潮涌的人群，转身之前无思路一段情，他习惯走在银杏飞落的小道，看单车把民主科学环绕。他喜欢穿梭流连百丈的舞台，谈青春如开场谢幕般聚散。
他说用尽今生的运气才换来未名湖畔相遇，春日初晴微云明朗温馨，四季变换转眼各奔东西，树在不远此生相惜，野花似水流去宁静，他凝望耳角白发老师的背影，寥寥数笔指引却数真谛，他喜欢一提夕阳白悠悠白云，如广阔天地任挥汗如雨，他说世间所有的惊喜不及在图书馆遇见你，雁南午后的猫咪填满回忆，一场初雪纷飞如柳絮，剔透晶莹了冬日呼吸，摇曳缓缓时光有你，南无寺北为你中庭生仙意，春水碧秋风静，三山五岳兮，朝闻道心比翼，博学之涯意，细修还记得开学季如潮涌的人群，转身之前不思路一段情，此间少年演员经常相依，是凡人一个，溪水还来不及长流，愁到已经断不了情愁，牵手还是放手，不如一个，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荒漠时结果，希望很多，青春大概多。
我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荒漠时结果，希望很多，缘分大概都这样过。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希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也许还有遗憾，甚至很多，但我相信共你没有白活。生命更重要，不惜放弃你
真是一块圣地，今天我来到这里，阳光月光星光灯光在照耀，他的面孔在欢笑和哭泣，这真是一块圣地，梦中我来到这里，湖水泪水寒暄雪水在闪烁，告诉我这里没有游戏，为名湖是个海洋，诗人躲藏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面跃起，为名湖是个海洋，诗人躲藏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面跃起。萤火虫在漆黑的夜里放把火，